这世人呐，就都有坎儿，遇到了坎儿呢，各有各的招数啊。我记得宁老板以前要是遇到什么心情烦闷的事儿，哎，就爱去庙里待着，坐上一下午，听听经，喝喝茶，凡尘俗事脑后抛，嘿嘿，立马心情就敞亮了。菩萨菩萨，我愁了好些天了，实在是没辙了。您说赵飞燕的舞到底该怎么跳？您就张张嘴，给我提个醒儿吧。我自要是有了主意，我回头给您带猪头肉吃。儿子打允哈。谁呀？在庙里唱双妖会，真够浪的。哟，商老板，刚才有个遛鸟的放下这个东西就走了，说给你的。哎，谢谢。师傅，您帮我一下，抓着。叫的是真欢实。哎，对了，这商老板得着您的点拨了？我就是送了他一幅画。送画？以商细蕊的悟性灵气，这道坎儿他要是过去了，也许就真能成为梨园大家了。送花儿。